你一个物业吃什么大闸蟹呀、啊？你我物业咋就不能吃大闸蟹呢？呵，一干物业的吃完了大闸蟹啊，回头人业主找他办点事儿，他冲人业主哈，业主准得说哟，吃的虾酱，吃了都白吃。哎，还是妹子有本事啊！志强，你坐着，我给你沏点茶喝。等会儿，等会儿 ，coffee， 好，啊，那我找找啊。茶不茶不喝啊 ，coffee。妹子。你说你，我说你别老妹夫妹夫，说多少回了？我在咱们家这个位置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啊，有短就有长，有阴就有阳，啊，一家俩女婿不能都有本事。你的意思就是你比我有本事呗？不是，我有没有本事，你有没有本事，咱不说啊，你就好好想想，有人求过你吗？咋没有人求我呢？谁求你啊？这业主天天求我办事儿。哎呦呦，那有谢吗？有啊，每次办完事儿都谢谢啊。谢谢多钱一斤呢、啊？我是问你有大闸蟹吗？那你帮人家办事就是为了要东西要大闸蟹呀、啊？那我还真看不上你这样人。哎呦，你还看不上我？看上我的人多了去了。我还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你看不上我，所以你才混成今天这样。啊，你什么时候看上我了，你就混得跟我一个档次了，就有人求你。我还真不想当你这档次的人。嗯，你敢说你这辈子就不求我办事吗？我告诉你大姐夫，不是，我告诉你哥，不是，我告诉你姐夫弟，这行，我告诉你姐夫弟啊，我这辈子不求你，下辈子也不求你，我要是求了你，我就是你孙子。